来看一下看一下，你看每单都是8.5块啊，9.3块呢、啊、是吧？刚才还看到一个帮送的，多少公里啊？7公里，1个小时送达送文件，20块钱呢、啊。我正准备抢的，哎呀，没抢到。而且现在公布一下，我跑了1个小时了，现在8:30，我已经跑了，已经有30块钱了啊，已经有30块钱了，1个小时30块钱，1个小时30块钱可以啊。你想想，我在美团那边跑多少个小时啊？4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吧？3个小时才能跑30块钱，这1个小时就跑30块钱了，哎呀，好爽啊！刷一下单子。这是个小区里面的小超市，哎，这小超市在哪进的？哎，这小超市，大梁，问一下，这个小超市怎么进的？那怎么能呗？可以啊，人可以。在里面是吧？哦，我以为是个门面房。人要下去是吗？是吧？好，谢谢你啊。这个门专门是做什么生意啊？我在这里面，我的天。小超，这里，哎呦，小区里的超市，你好。哎呦，这里面还蛮大的。哎，你好，老板，饿了吗？3号。这里，好。这一单才4块钱。啊，为什么接呢？最便宜，今天是今天最便宜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是最近的，只有1公里，1公里不到，就在隔壁一个小区，好像很近的，很近就接呗，是吧？4块钱的，美团那边还不是这个价，它这个我发现了，只要是4公里以上都是8块钱、9块钱，2公里左右的，就是4块钱。啊，是要按距离来收费的。你看这个小区和刚才的原案就不一样了吧？哎，这边不能出去啊！啊，绕回去。这边都是，这是属于那种经济商品房吧，或者有经济房也在这儿。这个小区挺近的，就是刚才那个小区隔壁，但是车不能进来。哎，这个小区有个篮球场哦。不过现在的房子都很高啊，都修这么高。还有16分钟送达，不着急。这1、2、3、4、5，3梯5户。哇，全部送在门口了，估计人不在家，都送门口了，打电话确认一下呗。哎，在家。哎，你好。这是别人的啊。你看，这是我送的最高的一层楼，这上面看，哇塞，刚才就在那个打篮球的篮球场。哎呀，还不进。好，给你，谢谢。哎，我发现这个饿了么挺有意思的，他不给我派单，他不像美团，你只要接了一单他就给你派，所以你就不停地跑。我这个所有单子都是自己接的，自己去抢，我觉得合适我就跑，不合适我就不接。那很多4块钱的我不接可以，我就接那个8块钱呢、9块钱、10块钱的单子，感觉不那么累，起码内心不是那么着急，是吧？可以看看小区啊，可以打打篮球啊，也挺好的，嘿嘿。啊，这是我目前跑的感受啊，现在已经跑1个半小时了。
哎呀，这个凉茶好喝。茶好喝呀。我又接了两单，又接两单，两单价格都还可以，八块多钱。现在到了这么个点了，还有人在吃早餐啊？啊，都已经九点多钟了。这个是个牛肉粉面，这个还蛮有名的，这个在我们这儿蛮有名的。哦，外面是吧？饿了么23号，饿了么，哦，这个好嘞。哎呦，哇，这么多！哎，两个都是的哈。哎，两个都是的。哇，全是粉，热干面，哦，还有牛肉面。嗯。这我要竖这个码。耶，这个挺好的。你们把最后四个数字还变大了。这家点赞，这家点赞。他把最后的那四个码，不是我们要竖码吗？竖码，他把那四个字变大了，变得特别大，特别清晰。哇，这个老板。这个老板很用心啊，嘿，哇，我装不下呀，这个装不下。这家是牛肉粉比较有名，牛肉粉面比较有名，就这样了，盖不住了。老板做的这是第二家店，分店。做得好还是有原因的，那别人和别人不同啊，是吧？他方便那些外卖小哥输码，挺好的，想得挺周到的。你说他不发财谁发财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房子一楼都有入户大厅哈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电扇，他没空调搞个电扇。有空调最好了，哎，电扇也行吧，不要挑剔。啊，有门铃，终于有门铃了。你好啊，顺丰快递员招聘。这招聘不？招聘的累死人，蛮累。他的搞得赢了，我都搞不赢，搞不赢。哦，兼职要不要？他不要兼职。哦，全职哈。嗯。你们这主要是太重了。哎。哎，都不容易啊！你看那个顺丰那个小哥，汗牛啊。哇塞，这个小区也高啊，啊，也高。哎，那小朋友现在还出门上学吗？谁呀？好可爱的衣服。头上弄个狗啊！哎，头上装好狗。哎，对。这女儿衣服挺好看的。谢谢。你好，美女，谢谢，开个门。先找感应的。啊，哦，感应的，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看一下我的粉还在不在？哎呀 ，yes， 点赞，点赞。刚才看那个女的，哇，那个美团没？这个也是个女的。现在美女的也都开始送外卖了。我们可以顶半边天呢，可以顶半边天儿，哇塞，堵车了，谢谢谢谢。啥玩意掉下来了？我这个帽子不知道扛不扛得住，掉个钢管下来。
哦，对了，说这个突然想起来了，美团跑的时候每天还要扣3块钱的那个保险，我跑饿了么好像没有看到扣我的钱呢，没有看到扣保险费啊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啊，可能我也没在意，但是啊，没有加押金，100块钱的押金没有交，这个是确定的，就可以接单了。哇，这个小区有意思啊，这个小区就是有小桥流水啊，你看这。这不是别人的，这是小区里面的。这个小桥流水啊，这是个老小区啊，虽然很老了，但是不错哟。你还有篮球场、网球场，啊，刚才那一段蛮有意思的，小桥流水。哟，干啥，小狗 ？Hello， 嗨，移动在哪里啊？过来，移动，移动在哪？带路，过来，移动在哪里？告诉我。哎呀，跟着我呀，嘿嘿，你是闻到里面有味什么好吃的了吧？哎，移动嘞，这个怎么数字越来越大了 ？Hello， 小黄，过来，跟着我走。嗨，这里。哎，这个，哎，你好，请问那个移动在哪里啊？我绕一圈没看到。移动。这个。哦，这个。上面哎呀，谢谢啊。嗯。门呢？门在。哎 ，Hello， 你要看那里了 ，Hello。你的狗，对，看就不是他的狗。哎，他是要抓他们吗？啊，哎，这个狗不跟着他，看到没？小黄过来，这一看就不是主人嘛，是吧？是哪里啊？这里吧，这个有意思哦。刚才那个肯定是想偷狗的。还手上拿了个火腿肠想诱惑他，我还有10分钟，所以不能管那个狗了。Hello， 我一个娘哎，又是个楼顶哎，这是今天的第一天啊，第一个减肥餐。还是个月似的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吃饭用啊。哇塞，这不少东西。面窝，可乐还是牛奶，2个牛肉粉，啊。哇塞，然后这个也是的，放不下呀。箱子买小了呀，嗯，这个买的是油条、红米酒、热干面。你看到了？你打钱吧，把钱打了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4号楼是不是这边的？我不太清楚。哦，好，没事。你好，请问一下4号楼在哪？知道吗？4号。10号我在那。啊，行，我来自己找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4号的。6号。这楼真是。你好，饿了吗？饿了吗？大爷你好，你的早餐，啊，慢用啊。
出汗了，出汗了。我现在看了电梯里面有没有空调，或者有电扇，或者没啥都没有的，就可以判定这个小区的高档程度。你好，饿了吗？你好，你的早餐。嗯，慢用啊。好，热死了，现在已经10:30了，跑了3个小时，早高峰应该是跑完了，我相信在就是应该是中餐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跑完了9:30以后，它的单价，饿了么的单价就降下来了。你看，比如现在10:30啊，现在10:30所有的单子都是只有4块钱，4.3、4.5、4.6，都不会超过5块钱的，就很少了。啊，我就感觉跑就不划算了嘛，然后温度也太热了，早高峰跑就是早高峰或者晚高峰跑，然后呢，我跑了3个小时，一共切了，等好啊，一共接了8单，55.6块，就是56块钱，一单平均价就是7块钱，是吧？7块钱呢，在我在饿了么里面都很难跑到了，55块钱。55块钱，好像我上次是跑了4个多小时吧，对吧？4个多小时才跑到50多块钱，所以我觉得饿了么还不错。然后饿了么也不是那么累，因为你可以挑价钱比较贵的呀，然后去跑，也不是没有那么多派单吧。目前为止好像就没有给我派单，一单都没有给我。我又搞忘拔钥匙了。你说送了一半，电动车偷了怎么办？啊，电动车偷了，哎，挺好的。好了，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回去休息。中午太热了，然后我水杯都热了，水杯外面都热了。嗯，哥，爽，好吧，爽。啊，真爽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